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今天我们来到这里，一起瞻仰十字架上的耶稣，全世界今天一起纪念耶稣的死亡，因为耶稣的死跟每个人有关系，因着他的死，我们才能得救。怎么的得救呢？有很多人信耶稣是为了生病能够好，是为了无论在哪儿工作能够顺利，其实这些都不一定。信耶稣的同样可以生病甚至到死。今天早上有人告诉我说，我们宽平的老张神父今天动手术，连神父也可以得病，甚至得该死的病，谁也免不了。那耶稣怎么救我们呢？让我们一起站在十字架下看一看耶稣，完成了，这是他在十字架上说的最后一句话，就低下头断了气。断了气，希腊文断了气，换句话说是呼吐那口气。再换句话说的更明显一点，他派遣圣神来，气，气息就是圣神的意思。他交付了圣神，他把圣神给这个世界，他把圣神给我们，要我们成为新人。请看这个人，当耶稣站到法庭的，也就是总督衙门的台阶上，比拉多记着耶稣对成千上万的群众说，请看这个人，他说出的真理是真的。天下那么多人，只有耶稣是真正的人。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不是人吗？在天主造我们的时候，造人的时候，他希望每个人都像耶稣那样，那是天主计划中的人，那是天主心里所创造的人。可是我们活着活着就变样了，变得不像人，不是天主要的那个人，天主造的不是那样的人。请看这个人，虽然这句话出自比拉多的口，但是他告诉我们一项真理，天主希望我们每个人像这一位那样生活。这是一位怎样的人呢？我们在十字架上看到了什么呢？看到一位为人死、为人牺牲、为人奉献的人。天主造人的时候就希望人是这样的，因为人是天主的肖像和模样。天主说，让我们按照我们的样子造人，按照我们的模样造人。我们长得像天主吗？天主长得比较白还是比较黑，个子大还是小？不，不是这样的。天主是爱，天主是完全为别人生活的，为对方、为另一位而生活的，这是天主圣三。天主他不是单独一个，天主是三位，就像一家人，丈夫、妻子和孩子。如果每个人为自己活，很快这个家就散了。男的管自己，女的也管自己，父母两口子说走就走，不管孩子，那孩子也长不大。如果孩子很任性，根本不听父母的，这个家很快就散了。家庭
人是天主的肖像，是按照天主的样子做的。因为天主从一开始，天主其实没有开始，天主是永远存在的，没有开始，没有结束。天主自始至终，我们还是不得不用我们的语言来讲天主。在天主内没有别的，没有这种对立，没有这种仇恨，在天主内只有爱。想着对方，想着另一位，父完全把自己给予子。所以有一天耶稣说，我的一切都是你的，父啊，我把我自己也给予你吧，我的一切都是你给的。父完全为了子生活，子把自己的一切完全又给予父。圣神他更不想着自己，圣神是完全为了父和子而生活的。天主是爱，他希望人也活在爱内，为了别人生活。所以当人活在爱内的时候，就是真正的人，就是天主的肖像，天主的样子。我们有胳膊有腿，看上去人模人样的，实际上好多好多的时候，我们度的不是人的生活，活的不像人，意思是不像天主希望的那样生活。刚才在读受难史的时候，一边读我就一边在想，有几句让我觉得耶稣的生活跟我们很不一样。今天的世界离天主的理想越来越远，就像群众高喊除掉他，除掉他，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今天的人尽量的也不要天主，我们自己活得挺好，什么福音，什么道理，什么教会的信仰，在堂里是一回事儿，在生活中是另外一回事儿。你光按照那个根本不行，神父又不过日子，所以神父不知道，我们知道按照福音不能生活。当你们说这些话的时候，你们跟当时的群众有什么区别呢？他们说除掉他，除掉他，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当时他们喊的时候是伸着手不要耶稣，我们没有那么猖狂，我们也不敢说不要耶稣，但是事实上我们说这话还是说，哎，耶稣你说的这些办不到，在生活中我们过日子，你讲的那些都用不上，按照你的我们就成了傻瓜，按照你的我们在世界上就不能活。你看这不是一样吗？我们就说不要他，不要他，不要他的意思是不要按照他的话生活。从我们口里我们不敢说被叫不信耶稣，事实上在我们的生活中不要按照耶稣的去做，这是我们要的。口里信耶稣，生活中我该怎么着怎么着。我们怎么着呢？当有人来抓耶稣的时候，伯多禄拿箭，一个箭步跳上去就要动手，耶稣说把箭收回鞘里去，不要拿刀动箭。今天的世界特别崇尚暴力，你厉害我比你还厉害，你不是找事儿打架吗？我可以找黑社会，找几个弟兄去收拾你，等你把他压住了他就老实了。这个是今天的逻辑，看谁横，谁横谁就吃香，谁厉害谁就是老大。耶稣比谁不厉害，可是他站在那里让人把他绑起来，他不使用暴力，他也不要他的门徒用暴力。今天的人能够理解这一点吗？
圣经上是那样讲的，神父在堂里是那样讲的，实际上在生活中该打了打，忍一次忍两次，咱信教的也不能让他瞧不起来，也不能让他白白欺负啊，该动手的就动手啊，他就不敢惹你了。很多老教友说这样的话，甚至有些神父从心里也是这样认同的。基督服从至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因此天主高高举扬了他，赐给他一个名号，超越一切名号。耶稣被人杀死了，大家说你是天主，你又怎么样？我们能杀死你？你不服气，你下来，从十字架上下来，我们就信你。结果他真的下来了，他从坟墓当中走了出来，他复活了。人瞧不起你的时候，人欺负你、迫害你的时候，不要紧。天主会高高举扬你，就像耶稣他复活了，把一切仇敌踏在脚下，天主为他伸冤。当我们真的信耶稣的时候，让人可以一时瞧不起你来，但是有一天他们会在你脚下，你被天主高高的举扬，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希望。不然我们被人欺负，我们没有出头之日，我们是傻瓜，真正的傻瓜。不，我们相信天主协同我们，有谁能反对我们呢？天主，求你为我伸冤，求你报复我的仇敌，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祈祷。我们不用伸手加害别人，天主站在我的这一旁。今天的人使用暴力，想办法自己保护自己。基督徒是把希望放在天主身上，让天主来保护我。你欺负我没关系，我把道理给你讲清楚，你这样做是错的。就像耶稣他站在比拉多面前，站在黑洛德面前，让别人无缘无故给他一个耳光，耶稣没有说好你打吧，不说话，或者干脆把另一面也转给他。耶稣说，当有人打你的左脸的时候，你把另一面也转给他。什么意思？有一些老教友就说，受了屈辱，被人欺负，哎呀算了，忍耐吧，不要说话了。别人偷了你的东西，弄坏了你的东西啊，要去告状，哎算了吧，别告了，咱是教友，忍耐吧。其实这不一定是耶稣的精神。甚至你引用圣经，耶稣说啊，有人打你的脸，把另一面也转给他啊，让他继续打。不，你错了，这不是圣经上说的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当有人打你的右脸，你把另一面转给他。打你的右脸，当打你的时候，你的头很自然的会歪向一边。这时候把另一面转给他，意思是正视他，看着他，转脸过来问他，你为什么打我？你要讲清楚，你讲不讲道理？如果我做错了你可以打我，如果我做得对你为什么打我？这正是耶稣把另一面转给他，耶稣转过脸来跟他讲话。基督徒讲的忍耐，不是说忍气吞声，而是说站在真理内，我要讲道理。虽然你欺负我，让你自己的良心发现，让你自己知道不对，我可以不反抗。你杀了我，我不是拿起刀来或者找人去收拾你，但是我要把道理讲清楚，你错了，你这样做不对。这是耶稣说的，这也是耶稣做的。我在讲，今天的世界喜欢暴力，耶稣是爱，是感化，他不是用暴力。耶稣说，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，假如我的国属于这世界，我的臣民早起来反抗了，但是我的国不是在这世界上的。
我觉得我们时常要记着耶稣这句话，如果我们是耶稣的门徒，我们不要在这个世界上追求天国。有好多人希望在世界上找天堂，包括在座的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的。到了节日，到了主日，我们进堂祈祷，像一个耶稣的门徒。但是平常在生活中，我们跟外教人一样，全心全意扑在这个世界上，希望在世界上活得好。我们就觉得跟福音比较很难活出福音，我活不出福音来。错了，有一天你躺在床上在病重的时候，希望有那一天，而不是突然离开这个世界。有好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准备好就走了，很遗憾。如果我们准备的好，我们躺在床上，我们希望那时候床前人多人少不重要，有没有神父不重要。虽然我们大家都盼望临死以前，如果能够中府能够办高铁，那最好了。我知道有多少人，我自己亲手给多少病人复油送终，但是最重要的还不是这些，最重要的是每天在准备。那一天当我还有意识的时候，要呼出最后一口气之前，我可以像耶稣一样说完成了。我们能不能说这一句话，弟兄姐妹们？我们要准备，每天要想着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。耶稣跟我们说，有一天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，我去给你们预备地方，有一天你们要到我父家里来。耶稣他走了，给我们预备的地方是天父的家，而不是这个世界。如果是的话，耶稣会让他的门徒在世界上发财活大年纪，开公司，人缘各方面，权力势力应有尽有。不，往往你们会说信教的都过的日子不怎么样。对了，信教的过的日子一般都不如外教的好。为什么？守主日，别人不守主日，一天100块，一个月要挣3000，而守主日2600，再跑跑奖金，人家加上奖金再加几百块，所以要差几百块钱。很明显的，一年下来可能你挣的钱就不如人家多，长久算下来你的日子可能就不如人家过得好，是这样的。耶稣的门徒他们不是想在世界上过怎么样，如果你一心想在世界上跟这个比跟那个比，你问问自己还是不是耶稣的门徒。要跟别人比，那就是记得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我们的家是在天上，将来回到父亲的家。你如果朝着这个目标走，每天做耶稣要你做的，我敢保其实那天呼出最后这口气之前，没有神父在场，没有别人为你念经，你说完成了，耶稣就在你身边接着你，善良忠心的仆人进来享受你主人给你预备的福乐吧。你一直盼着，你一直按他的话生活，那才是基督徒。基督徒不一定真的就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，不一定就是过节日来教堂，主日来教堂，而是每天看着天主生活完成了，每天我们在等着这一天。在座的有上年纪的，有年轻的，真的黄泉路上不分老幼，我们谁也不知道哪一天要走。今天我们纪念耶稣的死，耶稣告诉我们他的门徒时刻准备着跟他一起进入福乐。耶稣爱我们每一位，他愿意我们跟他在一起。我们真的求着，就像又到在耶稣旁边说，主啊，请你纪念我，让我早一点到你身边去吧。
你看这个世界上，我已经受了很多苦了，我已经做了很多了，让我早一点给你吃吧。这个是基督徒该求的，而不是求主啊，叫我的病好了吧，叫我再多活几年吧，让我过88大寿以后再说啊，怎么样怎么样。我们不是求那些，主啊，让我跟你一起进入乐园。我们听到耶稣在叫我们每一位亲爱的兄弟姐妹们，你们的父爱你们，给你们准备好了，我们盼着我们会去，希望我们每天在走进天中，有一天可以跟耶稣一起说完成了。